大娘，这儿今天干是有点冷，买点那个芋头和虫子过来炖下汤喝看。哦，可以可以。啊，炖个汤喝，再买点糍粑，炖个糍粑再煎个。哎，好久没吃安逸的很啊，感觉把自己炖起来了哈。嗯。哦，这猪那个，这猪老板不会弄是吗？我看到这个样子有点复杂，我也不会搞。你看嘛。这是看过哈，那。哎，他看着嘞，他看着嘞。我们那里掉下去就可以了。嗯。这是看着他们那里捆带。哎。准备把这取下来吃啥子？哎，就是搞不懂啊，所以说我就说买了外面那个猪脑壳，他那个这个啥子这个，买点虫子过来炖个汤，安逸里面吃了热一喝些，天气冷不冷？一下就降温了，这个你看手都冷的，打抖抖。哦，我晓得意思了，我真的搞错了。两大伯伯，两大伯伯，还没有完呢。我的妈，刚才老师还跳桑巴舞，还比较难的意思。是啊，还是再要不？糍粑也来了，吃饭了。糍粑，我给你买的菜吗？糍粑也是，你想吃糍粑，给你买了。怎么样？头顶一块布，全身就最服。我不是服，我累一下，你知道吧？吃不会比不，我想那个。喊那个，那个不，叫我去那个。你不的话，天天就不是吃猪骨头了。天天就吃牛羊了。四川这边好多地方都下雪了，像瓦屋山呀，然后还有西岭雪山那些都在下雪了。难怪这么冷。我说大哥，小心手干。你看那家去，要走，进去。哦，看我大哥，看，哎呦，那海带好安逸。嗯，安逸。吃了这一盒，就要喝汤。快了。我天天吃大哥，这太安逸了，我都感觉还得跑。我刚过去看到，过去那个三轮车刚刚准备要走了，把它拦了，埋了个，完就杀过他走了。哦，蛮合适的，合适。估计嗓子咋样了嘛？好了，上次你看我说啥子吃的，很有劲了。这晚上唱歌，我请你。我不唱。哎呀，我听他声音咋样？可以了呀。开始都唱。连声音都可以了，行。嗓子好了就好。哎，我上次就是跟他大声说话。